为了行销水里乡新兴村的优质鹿茸，不论是养殖水鹿业者或者是水里乡公所，大家共同的信念喊话就是3月24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来车城铁道文化广场看表演、吃美食、采购优质的农特产品。以前鹿寮坑，你听鹿寮坑的名字就是历史很久的，差不多45年前，差不多这个时阵吼，才改新兴吼。啊，所以啊，咱这水呢拢足清气的，啊，咱这嘛民有上游，这啊，咱这水源保护区啊，拢做了足好个吼。啊，空气呢绝对一流的。天气吼也很好，啊，水也很干净，水都是那个山泉水啊，鹿吃的水都是山泉水，啊，吃那个桑葚啊、牧草啦、啊、吼。我们都是选那个没有杀农药的那个鹿草。鹿很怕农药啊，所以我们要选地方种。县议员史青龙表示，为了行销新兴村优质的鹿茸，除了办理鹿鼎祭来协助鹿茸以外，史青龙议员希望借此能够达到推广的作用。我们水里乡公所啊，特别要为我们这些鹿茸哈来举办这个鹿鼎祭哈这样一个活动来行销推广我们。水里乡地区哈、哦，这个养鹿哈、哦，这些农户啊，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能够推广我们这鹿茸哈、哦，能够行销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水鹿特别是鹿茸这方面的产品。鹿鼎祭产业文化活动将于3月24日正式登场，除了有精彩的表演以外，现场也展售鹿茸与农特产品以及客家美食，欢迎全国民众来水里乡游玩。记者邱平义，水里采访报道。